原本想说今天要开一下另外一款啊，但现在呢好像没有那个时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来把体力耗光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回传一下。但是我觉得这体力耗光可能就要花掉很多很多时间。来吧福仔走喽走喽。哦，有紫色的，好，没事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就来刷80关，赶快把体力给花光，把东西给拿一拿，剩下的就多刷一点80关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再回转到下一台去，如果还有那个机会的话。然后是早安奥地啊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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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游戏啊，什么东西？这个游戏有一个危险的地方，就是他过80关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大的那个结束感。哎，Added 啊，过80了，恭喜啊恭喜啊，都有了，该过了啦。嗨恩成早安，嗨成恩，嗨 YS， 嗨闪电，嗨东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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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，早安各位。完了，没关系，现在我有紫色的扛得住。我还有那个哦，对啊，明天还要玩初心。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是嗨草泥马，嗨小易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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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又好想要玩那个破坏突击队哦，天哪、啊！之前想说没有什么事情做啊，怎么最近游戏这么的多、啊、然后是嗨 Night Road 不会念，然后其实我本身还有在玩那个明朝，对，怎么游戏要嘛不来，要嘛全部一起挤。严重怀疑都是因为要闪掉艾尔登，所以才搞成这副德行。话说你今天水了很多片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哎、欸，我差不多都水这样子，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？啊，你扣住了！然后是晚上好，刚刚在看金库加喷泉加那部，那就先继续看。哎、欸，我都在这，影片哎、欸、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然后是晚上好，说困难让了一只生食物等，让一只直升食物等不过分吧？我不知道他会送那么多东西，呵呵，你要知道他终究是个 Raiden Dice， Raiden Dice 好像还是蛮扯的。有人带我吗？卡65 55关，有没有爸爸在线上的、啊？有没有爸爸在线上的、啊？先来个这个，还没80，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赶快上吧，赶快上吧，这里看一下，说不定就有爸爸可以带了。嗨，工程师，早安。然后是现在到了2800邀请函，现在2800做邀请函，坐等一键开除。真的，我昨天开过一次之后，真的是不想再开第二次了。那个真的是开的有一点久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有那么一点久。高级月卡是 VVIP 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这是吗？应该是吧。被你问了一下，我突然不知道。这游戏好上头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很上头。重点是怕会一直抖动。明天要出新还是新时代冶炼？哎、欸，对耶、欸。没有吧？那个新时代冶炼应该不会是真的出冶炼吧？他是全部 hot 吗？对吧？我有看到啊，今天应该水一只了，忘记水他了，对吧？他是真的全 hot 吗？有那么香吗？新时代是被逼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不一定能80，但可以带一下。没错没错，房间直接开，说不定我爸爸直接加。商店买一买就一堆邀请函了，对吧？这个过11点应该也会买。FB 有公告，因为我有看到公告，可是他说是全部吗？还是真的是？然后大头师变成每日直播 LD 了，先播一下。哎，明天就要播那个初心之战了。对，我还很想要播其他的，但是你知道不能跟演算法过不去。然后是三子还没六等，蓝兽队还没六等，好难。不会不会，慢慢来慢慢来，已经很香了很香了。这款还没认真玩，没事没事，这款也还不知道要干嘛，谁知道它未来会有多恶心。7999随意玩，鲁鲁米四河马有没有人要加入的、啊？6月6号冶炼将，看真的假的？这个官方很明显哦。哎，那这样我有点倒着想去关开个，我今天忘记剪副频道片了。我在想说，哦，我看到那个消息，我就想说，哦，大概就是那个，所以真的假的又冶炼，所以等一下过12点就冶炼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是蓝斯12等了。哇靠！我可以问一下吗？是氪金上到12等，还是说你什么都不升，直升蓝丝到12等？我可以问一下这点吗？娜娜口，嗨 Yuki， 早安！这款真的不知道后面会躲我，哎、欸，真的不知道，哎、欸，真的不知道后面会躲我。然后是5225 12等双神器，有没有人12等？20回合就结束了，慢慢玩，一开始都这样子的。今天开的真早，算早吗？莱斯洛特12等是有点厉害，真的有点扯。然后打到54颗龙都还没出，55四颗龙蛋都没出，
没事没事，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这游戏就是这么的残忍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现在有三颗龙蛋孵不出，没事没事，还没结束就有机会啊，结束了啊，就没了，对，就没了。小克月卡蓝斯就到十二等，所以你等于是把所有资源都砸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就砸在蓝斯洛特身上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不然的话，这样我心里会不平衡哦。等一下，忘记用这个，忘记升级，来一下。小克月卡全冠蓝斯有办法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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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那蛮猛的，哇！哇，全冠一直到十二级就对了，这也是一种啊，感谢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家好看，哈哈哈哈，真假可以丢到十二吗？有人已经试出来了，我是均衡啦，还是要说，我这不知道说是对还是错哦，对，就没有知道对错，没有对错，到底是要均生好呢，还是单一好？哎，没有对错，没有对错，因为也不知道，哎，没有知道，这就是这个游戏最好玩的时候。嗨，熊熊，早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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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说你想做什么，哎、欸，就做吧，因为这个游戏也是全新的，根本就不知道它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子，对，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，所以你想做啥就去做啥。哎，母羊，早安母羊，要不要来一下？要不要来抖动一下？然后是我，嗨威灵，嗨 Usin， 要一个，要对一个女朋友好，还是对很多个女友平均？哎、欸，没错没错，这是个选择。这是个抉择，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再来一只，快要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三只这样子就好了。那这一只的话是发射子弹，硬要说的话，哦，兰斯洛特好像也没什么东西，哦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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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等一下哦，好，还有其他只可以用吗？这一只先挡在这里，好，应该是稳了。交给你了，福仔，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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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应该是没有意外的才对。我们的攻速也上去了，伤害也上去了，然后前面又有三只山贼在前面扛，等积蓄算够了才会开始氪，慢慢来就好。还有很多游戏，后面还很多。我木石抽就有金库跟喷溅枪了，妈的嘞，太香了，搞不好改版就出限定角色了。哎，对，也不知道，真的是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，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活在当下吧。就算蓝斯冠到十二等，招不出来是没救，也是，哎，这也是一个悲哀的地方。第一次跟直播，嗨，林元早安，晚上好啊，00831有没有大佬腿可以抱？嗨，欧拉早安，要抖去哪里呢？抖在游戏里，哎，不是抖，对很多个女朋友都好。困难是不是也靠蓝斯打？跟圣剑一样吧，除非那个困难有限定，有没有？就是挡最大血量之类的。玩啥游戏氪金量最少的，大概都氪月卡。我以前本来就氪月卡了，这个大概就是我平常就算没有开台的情况下。我还不是 YT 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子氪金的，对吧？是有那个像 RD 啊 RO 那种，有没有已经有点主流了，我才会有点变成我频道的主流了，我才会氪比较多。首先我要很多个女朋友，大家都女朋友。双神器6909求带80，到了嗨九日什么时候安排上？应该是没机会了啦，哎呀，等到我安排上了，那游戏可能就也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，因为等一下最近还有太多事情，哎，放弃吧多魔，这一款真的要排到很后面。大家晚上好，蓝斯五等双神器还要帮路人帮六等就自己打80趴上真好用，真的好用。福尔是你忙完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没有忙完的一天。等你出社会了，没有事情忙完的一天，只有更多事情，没有忙完的一天，除非退休。大头后来都好几单吗？没有，大概就 RO 吧 ，RO 最夸张了，一个月一单，已经是我这个游戏史上最可怕的时候了，真的 RO 的那个样子。然后是8532双城11等，对于游戏的理解，均升可以成本低的，但全冠一只可以过未来关卡。简单来说，十二等迟早是对。当然要的话呢，就是全部十二等。为什么你的钱都能破万？来了，又到了这个时间了。来，影片给你。来 KI， 这一支影片点下去，点下去，这一支影片，哭啊！没事了，时间有限了，真的，时间有限。请问一下，神话六等一顺序怎么着？没有顺序，没有顺序，对吧？反正六等嘛，我会选择均身啊，有人选择单身啊，啊，如果你要单身的话呢，你就是玩蓝斯洛特吧，应该是这样子没错。破坏突击队挺上头的，对我也很想开那款，我的封面都做好了。如果今天体力花光的话，我应该就会玩那款。双神十等加速有没有开那个？什么时候单人上80？还没到。然后是谢我们的母羊妹妹哦，这个抖更香，这个抖更香哎、欸，但游戏的抖可以体验一下哎、欸，这一款挺赞的，真的，这一款真的是挺赞的母羊。金库太香了，真的是太香太香了，太香太香了。然
然后呢，双十等加速可以帮带，有了有了，5181，双神六等猫加速4069，加速，哎呦，很多加速房哦，有加速房，加速房，有没有各位要加的？加速房很香，加速房很香。这边建议军十二，军十二绝对是最香。大头是双萤幕吗？我是六萤幕。哎，我有六个萤幕，这个是一台电脑六个萤幕，对，我是萤幕控。然后是嗨卡，敢跟大大不客气，希望你看得顺利，哎，希望你能懂，对，因为后面会水很多片子，现在还能丢，到后面就没办法丢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丢哪一只。现在 RD 的部分我都不能再丢片了。双神十加速9432，双神六，哎，两个加速房，有没有人要加的？有没有加速房？加速房很香。RD 插月亮骰可画在圆，可以买月亮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月亮我觉得还是可以氪金的。玩第二天7804休闲场，有没有人休闲场？休闲场，其中一个幕是不是放火？没有，那个是另外一台电脑。我还有开，我还有额外再开一台电脑。那个电脑有三到四个萤幕，然后那个有一个萤幕呢，我专门来挂台的，我挂了将近十几个台，我超爱看。自从我当直播主之后呢，我就变得很爱挂台了。刚刚单通八十的录影片，真的假的？能不能传给我？恰比，能不能传给我？能不能传给我？能不能传给我？感谢感谢感谢！我就知道怎么说，怎么突然这么说？难道说是有人送会员，然后我收到了是不是？然后是谢咱们的母羊妹妹，刚说有人送会员，母羊就送了五个会员，十度完母羊。如果你有拿到母羊的会员呢，记得跟咱们的母羊说一声谢谢。单通八十这么猛，真的这也是一支片，我还蛮想看的。290有月亮跟100钻，感觉蛮划算的。其实老实说算不划算，老实说算不划算。有没有负债？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。等一下，真的是有喷钱枪之后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哎，真的。等一下，我顺便记录一下。刚多少钱啊？16万多是不是？601B，哇，太扯了。